妈妈在这里说祖先的事给我听的。是她叫你拔着某一只耳朵告诉她我是蒙头女的母安娜。现在我身为一个领航者就有责任重新联系在大海上面所有的人民。那你不回来怎么办啊？大海联系着我们。无论我去哪都好，我都是同你在一起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尽快回来。迪士尼魔海奇缘二12月5日戏院见。